家好，今天呢来到我们的库拉索芦荟种植基地。这个芦荟呢长得很大了，可以食用的。我们来尝尝它的味道。从根部挖一个小口，掰一个芦荟的大叶片，把这个头切掉，削掉两边的边刺。哇，特别厚啊！扒掉芦荟的皮，嚼性很黏，芦荟的精华。哇塞，晶莹透亮的啊！咱们尝尝它一个味道，它也不苦，脆脆的，黏黏的，像吃果冻，秋弹软糯，汁水特别多，特别解渴，像吃水果一样。你们吃过吗？库拉索芦荟。